本集影片由 UP 直播赞助播出。天哪！国庆日快乐啊！这个中华民国国庆日快乐。该不会要我真的进去这样讲吧？我每一场拳脚都开始说国庆日快乐，看他们会不会戳我。我说过国庆日快乐还好吧？我应该不会笨吧？什么？你要先找下一份工作，爸？我被ban也是入服账号被ban，不是我的退群被ban。难不成退群已经被渗透了？没有，退群是 Amazon 的，没事啊。退群是 Amazon 的，没事啊。哎呀，首选中单，来个硬铺爽一下。什么是硬铺？来硬铺爽一下，要我选个肉的意思是不是 ？OK 啊 ，OK 啊。首选中单，这个割草机绝对无情啊！用身体安慰阿特了吗？哎，我今天确实有安慰阿特啊！你看，我真的不喜欢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不喜欢讲屁话，真的，我也不喜欢别人安慰我，所以我自己，但我也不喜欢安慰别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搞不搞得定啊你？你最近事情很多哎、欸，你做这件事情很多哎、欸，对啊，然后我就问哎、欸，你们哪边我可以帮到你啊？这样子，就其实我们讲话就这样子啊，不会在那边说哎、欸、你还好吧？哎、欸、你有没有事啊？你还好吧？干，这都没有建设性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加油啊加油啊，特哥加油、哦！我最讨厌别人说加油就是这样，真的没有建设性啊。二哥从以前到现在发生很多事情啊、有好事也有坏事啊，也没有特别衰啦。我觉得阿特就是遇到一些事情，确实算是有遇到事情。嗯，普攻加 Q。哎、欸，干我一套很秋，很秋，这个人很秋。嗯，我是长得像随便让你吃兵那种吗？哇，他很秋哎、欸，没有想到艾克跟我换鞋可以换到这种水平。从扛摄影机到战队老板，这是他努力得来的、啊，难不成是他运气好吗？会觉得他是运气好的人哈，就是看不懂他的努力，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是运气好的。就像是你觉得史丹利是运气好，所以开直播的人才会多一样，就是跟史丹利其实很像。就是史丹利人这么多，一定都是买机器人。直播这么无聊，他妈精华都靠剪辑，一定是买机器人。对，这就是他看不懂啊，这其实就是他看不懂哎、欸。所以什么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要想说，哎、欸，这个人为什么能成功？你一定要去想想看为什么，一定有原因，对，一定有原因。这个人怎么那么稳健啊？他一给我砍都不给我砍呢、欸，他宁愿不吃兵也不要给我砍呢、欸，他就这样子默默输了十几刀也没差哎、欸欸，他会玩哦，他知道盖伦刚上六单杀能力很强，所以他趁这波 recall 啊，代表他知道他会玩。半血喽，要死喽！哎、欸，你可以吗？嘣！怎么这么轻松？怎么这么简单啊盖伦？不是这么简单啊盖伦？哎、欸，怎么有人在补线？哎、欸、哎，主办单位，跟管一下是不是啊？这怎么这个人怎么可以补线？宋爽梅、欸、怎么在我们家那个地方被杀啊？压、啊、没有压啊，啊就刚刚有可能杀不死啊。我想要按个海神符再R的，结果他刚好E掉了。他刚刚就是靠赛而已啊，你们不要想了，他就是靠赛啊，点燃就好了。妈，你有没有玩过艾克啊？你知不知道 Echo 的大绝是什么？什么点燃就好了，直接扣半条啊，我们就很痛啊，啊我们就很痛啊。第一次抖内就献给胖，干又在吸奶、欸，干嘛整天都吸，妈一直吸一直吸。可以啊，上路终于有时间。第一次啊，我第一次要破皮，看对面的上路跑来补线，然后在这边连续吸两次奶，然后我一次奶都没吸过。你看我们这个中单的对局多么的不公平！艾克还敢 TP 下路，直接破皮啊！你 TP 我就把你皮破光。旁边有人啊，我旁边有那个卡莉丝啊，麦德利不知道在干嘛，他能干嘛？我不知道他能干嘛。我们那个塔拿不到了。你看阿美要帮多少次了？这画面多少次了？我们惨遭吸奶三次，被上路补线一次，
过战术教练了吗？请不起啊，谁请得起我这么随便的？你看，这就是我的打野跟对面打野的差距。我的打野就是来送的，对面打野就是来 C 的。砰！我也有电型啊，你在嚣张啊？奈德要送头喽，没大局啊，可能杀不死。好，杀你还需要大绝？哎，骗你的，嗯。哎呦，下路在做事哦，绕一圈可以哦。我们最喜欢从后面来了，真的。我们做人最喜欢就是从后面来。咦，靠背怎么有人？靠壁怎么有人？咦，怎么有个？看，怎么有个这个人？干，什么意思啊？他妈复活走出来了，好阴险！哎，怎么有人在蹲？哎，处理一下，被处理了啦！干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一堆人在我们家、啊？你是为了什么理由？干肥一定要有理由是不是？那你是为了什么理由看史丹利直播？因为奶大。你是为了什么理由交女朋友的？因为大奶。抱歉，你没有女朋友。今天很呛是吧？爽啦，爽啦！有种你们就呛回来、啊，反正你呛我要花40块抖内，我呛你们不用花钱啊，嘿嘿嘿，爽啦！什么时候办 IG？ 等我14号打完疫苗，我们去这个阿馆训练的时候我就办。那我到时候要你们教我怎么用，我都不会用。去特训会开直播吗？啊，我实在是不想做特训直播。帮一下，帮一下，他们打暗桥，刚才打暗桥。武器抽插！哎呀，哎呀，被哇，被暴打一顿啊！艾希不喷三小，怎么没人帮我？哎，我是不是漏一件装备啊？哎，我电型盖伦之前第三件装备出什么、啊？哎，靠呗！哎呦，我怎么没有把这个出出来啊？哦天哪，我怎么没有？我的步履破坏者还没出出来，你们都不提醒我啊？休息一个月再去剧烈运动。哦，不能做剧烈运动哦，有这种事啊、哦？我可以试试看啊，对啊，你爸，你看馆长，他打完疫苗，难道他就没有去训练吗？他一定有去啊，他怎么可能不训练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个是真的消息吗？他打的是高端啊，为什么打高端就可以运动？因为高端是生理实验水嘛。不是啊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我没有，不是我讲的，是你意图让我觉得你是这个意思啊。大绝开不出来。哎，不是啊，我是观众讲的，不是我誓言，是他妈观众一直在引导我讲错话。不，我真的是无辜的，我们家的小孩子都很乖，我们真的是无辜的。我要来接美食公道伯了，那我也要去接啊，我要当美食，我也要当美食公道伯。做点事啊，抢一下！哎、你好，赖奈德利，抢吧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打！奈德利表现机会，快点吃吧，接吧，接吧，接吧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奶一口，奶自己一口，奶自己一口，你要死了，奶一口，打帮坦，帮坦呐、啊，你还拉掉，你是白痴吗？奈德利，干，你真的是白痴，他真的是白痴，我这在旁边看到都中风那种啊，你怎么会跟我一个排位啊？我夸张，你是满分吗？他是满分吧？哦，他70%胜率了，天哪，他70%胜率，我要嘴他，这个路虎嘴人就很简单。国庆日快乐！哎，不会说吧，不会说，好爽、啊！不知道为什么，做这种小坏事就觉得很爽。他没理我，没理我，没事啊，没事。他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他们不敢讲话、啊，他们怕他们讲话会被误认为是台独分子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，那我下次直播就打日服了吗？没那么严重吧？卡利兹，他妈来助我啊！再助我啊！妈，前期来助我啊！再助一次试试看啊！妈，直接被我秒杀，三班水平。妈，前期一直助，不然助完小。你快走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！哎呀，你好菜呀、啊！天哪、啊，哎，你就走就对了，还在那边。哎，你上来，哎，你过来啊，你过来一下。
玩一下，哎、欸、嘿嘿嘿嘿，小花，大家就用 CD 好喽。咦、嗯，只要给我擦一下，是你吗？下一个是你吗？哎、欸，就是你啦。1300，怎么这么无脑的角色，真开心。这角色真的开心，每把都玩盖伦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么开心，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强。这就是割草机盖伦的水平啊！这么高水平的上单，怎么可能会加75分？昨天加75分已经够离谱了，今天怎么可能会再加75分？我被注到爆，自己打回来，真的很离谱啊！我被注到爆啊！看一下我们的伤害，比想象中的高。哎、欸，奈德利其实不赖，我一直在嘴他，结果他伤害最高、欸。哎，中间发生了什么误会？没道理，我一直喷他，结果他伤害最高吧？这是没道理啊！不知道什么地方我没看到啊！感谢 UP 直播赞助播出，中华民国国庆日快乐！结巴结巴！中华民国国庆日快乐！你有没有事啊？你还好吧？中华民国国庆日快乐！哎、欸。干我一套，好爽，他很秋哎，爽啦！高端是生理实验水，麦子吸一直吸，麦子吸一直吸，我们最喜欢从后面，哎、欸，你可以吗？该不会要我真的进去这样讲吧？国庆日快乐。